我和你飞到蓝蓝的天边，我和你种下满满的花园，我和你奔向暖暖的。你第一个女朋友是什么时候谈的？我没谈过女朋友。谢谢你曾经来过，就算你是个过客。平时是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吗？他干嘛跟你出去兜圈了呢？我们还哥们儿休息对象。嗯，对，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住。嗯，那爸爸妈妈知不知道你火了呢？他跟妈约的那什么，他跟那什么，谁是 here？ 不知道。父母还不知道。爸妈还不知道。对。那你想要什么时候告诉爸爸妈妈？他跟妈给脑子那么的了。那么的。嗯。跟脑子那么的，等你问你是不对的，就可能就是过几天，然后会告诉父母。啊，等过几天再火一点，再告诉他们说爸爸妈妈，你们的儿子火了。爆红网络的康巴汉子丁真，微微一笑填进了多少人的心里。如果丁真不在西藏，而在理塘，话不多说，理塘最全攻略，赶快收好。理塘是位于四川甘孜西南部的城市，海拔4500米的天空之城。第一天从成都出发，沿着318国道奔赴康定，有花开有雪落，一路的风景简直美到爆。第二天从康定出发，继续沿着318向西进发，途经新都桥，这里是摄影者的天堂，傍晚正式到达理塘县。接下来的几天有太多魅力等你慢慢发现，每一双眼睛都是如此质朴纯真，川西大小环线都帮你们查好了，记得截图保存。快手。11月26日，鸿明诺特9就要与大家相见了，价格依旧感动人心，预计会在1299元起售。据悉，鸿明诺特9将采用6.53英寸 LCD 挖孔全面屏，支持120赫兹高刷，并且诺特9将分为高配版和标配版两个版本。标配版将搭载1700U 处理器，高配版则将用上全球首发的骁龙750G。另外，高配版也将配备1.08亿像素的 HMR 四摄，这也是千元机中首次采用1亿像素摄像头的手机。不过，诺特9高配版并不是诺特9系列的顶配，据传诺特9系列也将有至尊纪念版。不知道大家是否期待这部千元机中的战斗机？戳左下角。下载早安机 APP 了解更多数码趣闻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大家好，12月1号晚7点，也就是明天，我会做小米专场，其中有大家喜欢的 Note 9系列手机周边、3C 数码产品、厨房必备的电饭煲、净水器、室内必备的空气净化器、液晶智能电视，记得锁定我的直播间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快手。拥抱每一种生活。这份爱会不会让你也好疲惫，会不会偷偷掉眼泪，如果我抓的心不让我走，怎么会狼狈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